现在我们在康定，昨天在嘉爷的带领下，我们来到了康定二道桥。话说你的车，你怎么对他，他就怎么对你。我早晨起来，饭都没吃，先把它洗吧干净。好，高了，好，贝贝。坐得上吗？坐得下。坐得上吗？我们三四个人啊，还可以。摩托哥摇身一变变成了汽车哥。我们现在去康定县城，进城了。这个哇，看到没？对面山上的那个，介绍一下嘛，唐卡佛。现在在康定县的菜市场，准备买点菜，晚上搞烧烤。在这里吃早餐，意外的发现了一个好洋气的机器人刀削哦。整个进修的还挺强的，不错呀，美女。好吃。牦牛肉哈。牦牛肉，满意的很。这个70。70一斤啊。这是野生的吗？都是野生的。这个是仙人球上场的吗？牦牛肉。好多钱一斤？40块钱。这条街前面是卖松茸的，然后走一段是卖菜，现在这一段就是卖牦牛肉的，酿酒的。这是好多呢？啊，瞬间热了，喝下去瞬间暖和了，是吧？康定县城。高原必备，它没有柴火的情况下，如果柴火湿的情况下就可以用这个。然后老板的儿子现在带领我们在烧烤。前天可以捡起来了，就前天扣的上就不是。羊肉串，5块钱一串，5块钱一串。跟着节奏动起来！来，马上吃那个豆皮。好了，好了。下去苏木章，打死我跳腿，脚趾和脚趾啊！苏木章的和脚趾，他不是咱不有个斩筋斧嘛？啊，要斩的嘛？啊，你只要是拎着凳子的斩筋。哦，这样转。啊，这个珠子一定要用左手转，右手是洗澡啊什么的。主要是担心，肯定担心。主要是我跟他说我不要跟旅行团走。这么大个儿子是吧？这么远是吧？不可预知，杀出去了是吧？一个月才回来，那谁不担心吗？其实我们还是挺佩服你的。真的吗？所以说带上你了。哎呦。这辈子敬小鲜肉哟，来了，你的勇气，你的胆量，好，你的父母，来了。